发现美国海军 F-18 战斗机接近中，警告无效，启动雷达锁定，海红旗十六准备，飞弹发射，感谢大家参加这一次的海空战演习，我们还需要加强团队技能。容我提醒，这是艘军用战舰，请随时展现出中国海军卓越的技能。我还要大家提高警觉，注意安全，互相照顾，勇往直前。相信大家能从我身上学到很多。换了系统，废话还是一样多，会给你颁发奖牌吗？也许我们该送中小一个好礼物，六分乙怎么样？你可以用这个配合星星来确认自身的方位。这只是前菜，回到母港前还有很多任务，像是配合前舰的反潜战略演习，还要开到天津港展览与授旗。牛迁到北京还牛。我们是第一艘搭载人工智慧指挥系统战舰，使用新型综合数据链串联相位雷达、主炮和垂直发射装置，可以大量减少操作人员。有一架直升机要上银川号。但是不管是多么先进的系统，还要招待官员，顺便拉点人脉。您的礼物谢谢了。我现在靠北斗导航，准备进入东海海域，挑战日本海上自卫队，还是多准备一下火箭军比较实在。侦测到渔船发出的求救信号，船只定位中，后方有一艘中国054A飞弹护卫舰正在追逐，它正快速地往台湾方向行驶。战舰或军事人员请回答，这是银川号，表明身份完毕。这里是530飞弹护卫舰，正在执行国家紧急命令，追捕恐攻主义分子。群属巡防舰已经前往支援。台湾渔船机器滑翼一号即刻渔船，否则要开火射击了。知道这些人是谁吗？我们正努力查找嫌疑犯资讯。开火了，联络基隆131巡防舰队增援，无论如何都不能发生射杀渔民的暴力行为。